哎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这是一个毛泽东说的成语。我好久以前听到这个成语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你要学，要努力学，努力学的话，你就会渐渐进步，你就会成功。而且你看学习语言的话，你要看你学习的激励，有什么激励呢？学外语，学世界语，学芬兰语啊，有很多很多道理。看我学习这个中文的道理。那我第一个呢，我觉得我第一个就是文化，我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，我觉得很丰富，很非常好啊。而且我挺喜欢中国的道德，我常常说中国人有素质。素质是什么意思呢？素质的意思就是中国人是好人，他们的立面的东西，立面的这样都是很好，就是大部分的人也有人是不好的，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。可是我特别喜欢中国的，所以我想问你啊，你学语言的，学中文，学芬兰语，学西班牙语，学法语，有什么激励？请告诉我吧。好，拜拜。